今天神的话启示录19章6到8节，哈利路亚！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，他蒙恩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。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伴郎伴娘入场。 我黄君浩在上帝和人的面前，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富裕或是贫穷，健康或是疾病，快乐或是忧愁。
快乐或是忧愁，我将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永远爱着你。我将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永远爱着你。珍惜你，珍惜你，对你忠实，对你忠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，阿门。给他一点掌声好吗？我闻你在上帝和人面前。我闻您在上帝和人面前。我愿意嫁你黄君浩作为你的妻子。我愿意嫁你黄君浩作为你的妻子。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。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。富裕或是贫穷。富裕或是贫穷。健康或是疾病。健康或是疾病。快乐或是忧愁。快乐或是忧愁。我将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永远爱着你。我将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永远爱着你。珍惜你，珍惜你，对你忠实，对你忠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阿们。可是我从小到大呢都没有听你说一句辛苦，也从来没有听过你的抱怨。在你身上让我学会了对爱的人，
真正的爱是不求任何回报的。今后我也会带着你的爱好好来爱这份家，要好爱你，永远都爱你。我在流汗。好吧，我们给新郎一点鼓励。谢谢宝宝。我爸很酷哦，他在我高中决定要开始跳舞的时候，他就说他以前是 disco 小王子。他在我第一次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妈很紧张，他就说没关系，他会回家的，反正他还活着。我爸他只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对我做过，他从来没有我不是忘词哦，我爸他从来没有没做到他说好要他要做的事情，他都是言出必行，你是我最好的榜样，你永远都支持我，没有怨言。我决定念台大社会系的时候，虽然他不知道社会系要干嘛，但他还是说既然你决定了你就去念吧，但我会跟我朋友们说你是念台大，但我不知道你念的是什么系。我决定要受洗的时候，他跟妈妈来参加我的受洗礼拜，他只有问我说如果哪天你反悔的话要缴违约金吗。我爸他永远不会反对我做任何决定，刚刚那些提问就是他最大的反对了。你永远都是我的榜样，我知道你很支持我，你也从来不会去说你要对我做什么，因为你都是直接用行动的来表示，所以我以后一定要跟你一样，当个好丈夫，当个好爸爸。你是我觉得世界上最酷的男人，谢谢。谢谢宝宝，我从小就知道你担心，你为我辞掉工作，然后我每次家长会、毕业典礼，任何重要的场合你都会出席。每天早上，你都会帮我做好早餐，泡好咖啡。有时候你没有泡咖啡，我就会当作没看到，等你去泡。你总是陪在我身边，为我焦急。我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那你总是会陪着我，关心我，就算我觉得我没有问题，你也会帮我想我还有什么问题，你也总是有很多问题我没有想到。谢谢你照顾我到现在，谢谢。宣布，也大家一起拍一掌，欢迎黄君浩文明先生夫人。
you'd come and stay. You're the way you hit me when you wanna fight. The way I yearn, the way I cry. The way I love rolls with the tides. But we know we'll make up every time. I know what you told me. I know that's all over. I know I can keep calling. Every time I run here, I keep on falling. Thank you.
台中，因为住在台南，以前很常有人到我们去表演，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婚礼上表演。在整个大家都在结婚以后，可能就没有舞台了。那刚刚放的是我当初跟文婷求婚时的求婚影片。如果在场有还没有求婚的男性，建议你把你想说的话都拍成影片，这样你求婚的时候就不会忘词。谢谢大家。没有怨言。